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罗里达州简本，这是我们从简本出版社获得的独家授权。作者卡罗琳·汤普森。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链接购买此书。介绍：欢迎来到佛罗里达。这本书是对阳光之州的详实介绍，它涵盖了该州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以及它的景点和活动。您将了解。 使佛罗里达成为如此吸引人的目的地的主要城市，多样化的景观和独特的野生动物。我们将深入了解该州丰富的文化，并探索使佛罗里达州成为绝佳休闲目的地的许多户外活动。一路上，您将瞥见该州及其人民的性格和魅力。因此，如果您正在寻找佛罗里达州的全面概述，那么书籍是完美的起点。一、引言：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最东南部的州。 西临墨西哥湾，北临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东临大西洋。它是该国人口第二十二大州，人口近两千一百万。佛罗里达州的首府是塔拉哈西，位于该州的西北部。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城市是杰克逊维尔、迈阿密、坦帕和奥兰多。佛罗里达州以其温暖的气候、白色的沙滩以及迈阿密和奥兰多等热门城市而闻名。其经济主要以旅游业。 农业和服务业为基础，该州是沃尔特迪斯尼世界、甘乃迪航太中心和其他主要景点的所在地。佛罗里达是一个独特的州，拥有多元文化、地理和历史。它的人口高度多样化，有大量的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加勒比海人口。该州拥有丰富的音乐传统，其美食深受加勒比邻国的影响。佛罗里达州也有成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历史。它以其海滩。 主题公园和其他旅游景点而闻名，许多游客来到佛罗里达是因为其温暖的天气、热带景观和丰富的活动。联系佛罗里达是任何寻找度假胜地的人的绝佳目的地。无论您是想在海滩上度过轻松的假期，还是在奥兰多进行激动人心的冒险，佛罗里达州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A. 佛罗里达概况：佛罗里达州是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位于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 它是该国人口第三多的州，拥有超过两千一百万人口。佛罗里达州因其宜人的气候、白色的沙滩和充足的阳光明媚的日子而被昵称为“阳光之州”。佛罗里达州的首府是塔拉哈西，位于该州的西北部。其他主要城市包括迈阿密、坦帕、奥兰多、杰克逊维尔和圣彼得堡。佛罗里达州是许多大型主题公园和景点的所在地，例如沃尔特迪斯尼世界。 奥兰多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佛罗里达州拥有许多不同的自然景点，如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和佛罗里达群岛。此外，佛罗里达是众多州立公园的所在地，包括开平器沼泽保护区、卡纳维拉尔国家海岸和大柏树国家保护区。除了美丽的风景外，佛罗里达州还拥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以旅游业、农业、航空航太、军事和银行业为基础。 该州是众多财富五百强公司的所在地，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枢纽。佛罗里达州是游客和居民的热门目的地。佛罗里达州拥有阳光明媚的气候、各种景点和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居住和游览的好地方。B. 佛罗里达地理：佛罗里达是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位于大西洋沿岸，与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墨西哥湾接壤。阳光之州由六十七个县组成。 总面积为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五平方英里，是美国第二十二大州，也是该国人口第三多的州。佛罗里达的地理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都有海岸的州。该州北部与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接壤，南部与墨西哥湾接壤。佛罗里达州有两个主要地区，北部地区主要是平坦的，南部地区是山区。北部地区大部分是草地和沼泽。 而南部地区是大沼泽地的所在地，这是一个一百五十万英亩的湿地保护区。佛罗里达州的海岸线充满了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从珊瑚礁到红树林和海滩。大沼泽地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濒临灭绝的佛罗里达黑豹。阳光之州的气候是潮湿的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和潮湿，平均总和温度约为八十杠九十华氏度。 冬季平均温度约为五十杠六十华氏度。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以其美丽的海滩、游乐园和独特的野生动物而闻名。凭借其独特的地质学和多样化的野生动物，佛罗里达州是探索和体验自然奇观的绝佳场所。二、佛罗里达历史。佛罗里达最早居住住美洲原住民，他们在一万五千年前来到该地区。 西班牙探险家于一千五百年代初首次抵达佛罗里达。该地区的历史始于一千五百一十三年，当时胡安·庞塞·德莱昂成为第一个踏上今天被称为佛罗里达州的欧洲人。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称卫圣奥古斯丁。这个定居点是欧洲在现在的美国的第一个成功的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西班牙人最终声称拥有控制权。一八二一年，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领土；一八四五年，成为联邦第二十七个州。从那时起，佛罗里达州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增长，因为它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和退休人员目的地。在二十一世纪，佛罗里达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主要产业包括旅游业、农业、贸易、金融。 航空航太和制造业，该州是美国第三大人口的家园，也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州。今天，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州，有着有趣的历史。从最早的前殖民居民到持续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佛罗里达州已成为美国国家中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州。佛罗里达州的早期定居点，佛罗里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北美的第一个人类定居点。 西班牙探险家遇到的美洲原住民包括阿巴拉奇、卡卢萨、蒂木库阿和托科巴加部落。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瑟德莱昂于一五一三年首次抵达，寻找传说中的青春之泉。一五三九年，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多·德索托开始探索佛罗里达的内部。在旅途中，德索托遇到了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包括阿巴拉奇人、卡卢萨人。 蒂穆库阿人和托科巴家人，他还领导了第一次成功的欧洲探险队，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密西西比河谷。西班牙人于1565年在圣约翰河上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欧洲定居点，该定居点被称为圣奥古斯丁，是美国最古老的连续被占领的欧洲定居点。1763年，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弗洛尔、艾达的控制权。 英国随后将佛罗里达哥让给美国，以换取西北部的领土。一八四五年，佛罗里达州成为联邦的第二十七个州。在内战期间，佛罗里达州脱离联邦并加入了美利坚联盟国。战后，大量前奴隶移居该州，导致了一段增长时期。二十世纪，该州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人口移居佛罗里达，创造了大城市并改变了景观。今天。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之一，拥有超过两千一百万人口。它也是访问量最大的州之一，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前来欣赏其美丽的海滩和景点。佛罗里达州的重大历史事件，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其许多重大事件而闻名。从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U 型潜艇在海岸附近沉没，佛罗里达见证了其相当多的历史时刻。 以下是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一、西班牙探险。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瑟、德莱昂成为第一个踏上现在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土地的欧洲人。庞瑟、德莱昂和他的船员于1513年4月首次抵达圣奥古斯丁附近的某个地方。他继续探索这片土地，然后声称他是西班牙殖民地。二、英国统治。1763年。 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后，英国控制了佛罗里达。当时它被称为东佛罗里达，包括狭长地带以及该州的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三塞米诺尔战争 （1817 年和1818 18年），美国和西班牙军队在佛罗里达州对塞米诺尔民族进行了两次单独的战争。这些战争是为了将塞米诺尔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并为白人定居者开放。四美国内战。 佛罗里达州是内战开始时最早脱离联邦并加入美利坚联盟国的州之一。在战争期间，联邦控制了该州的部分地区，如彭萨科拉、杰克逊维尔和基韦斯特。五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罗里达州是盟军的重要基地。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一艘德国 U 型潜艇在佛罗里达海岸被一艘美国海军舰艇击沉。 这是战争期间在大西洋沉没的最后一艘 U 型潜艇。这些只是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该州悠久而多样的过去塑造了它的现在，并将继续影响它的未来。三、佛罗里达的地理与气候。佛罗里达位于美国东南角，西临墨西哥湾，东临大西洋。该州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狭长地带和半岛。狭长的带位于该州的西北角。 由一系列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平原组成，半岛是较大的地区，从墨西哥湾延伸到大西洋，充满了众多的湖泊、河流和沼泽。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非常平坦的州，其景观包括平地、森林和湿地。该州的最高点是布里顿山，海拔三百四十五英尺。该州拥有众多天然湿地，包括大沼泽地，这是美国唯一的亚热带湿地。 佛罗里达州的高潮通常是温暖潮湿的，全年气温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不等。该州经历雨季和旱季，雨季通常从六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十月。在雨季，大雨会导致该州某些地区的洪水泛滥。旱季通常从十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月。在旱季，温度会变得非常热。佛罗里达州的地理和气候使其成为葛中户外活动的理想场所，包括游泳。 钓鱼和划船。该州还拥有众多景点，如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和布希花园。A. 佛罗里达州的主要城市和兰德马。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活动和景点，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从举世闻名的海滩到令人兴奋的主题公园，佛罗里达市和每个人。佛罗里达州的主要城市和地标包括迈阿密、奥兰多和坦帕。 以及许多其他热门景点。迈阿密，迈阿密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海岸，是该州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它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世界一流的海滩和多元文化而闻名。迈阿密的热门地标包括自由塔、比斯开亚省博物馆和花园，以及迈阿密水族馆。奥兰多，奥兰多是沃尔特迪斯尼世界、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的所在地，是世界主题公园之都。除了主题公园， 奥兰多还以其可爱的高尔夫球场和众多的购物区而闻名。奥兰多的热门地标包括圣地体验、柑橘塔和奥兰多眼观察轮。坦帕，坦帕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以其沙滩和热闹的夜生活而闻名。它也是布希花园、佛罗里达水族馆和其他热门景点的所在地。坦帕的热门地标包括坦帕左岸步道、斯特拉兹表演艺术中心和坦帕艺术博物馆。 佛罗里达州的其他主要城市和地标包括杰克逊维尔、圣奥古斯丁、基维斯特和戴托纳比奇。杰克逊维尔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城市，以其艺术和音乐场景而闻名。圣奥古斯丁是美国最古老的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也是圣马克斯城堡国家纪念碑的所在地。基维斯特是美国大陆的最南端，以其美丽的建筑和令人惊叹的日落而闻名。 戴托纳比奇以其二十三英里的海滩和一年一度的戴托纳五百比赛而闻名。b 佛罗里达州的自然资源，佛罗里达州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州，其中包括各种植被、土壤、水和野生动物。这种多样化景观的自然资源为各种物种提供了各种栖息地。佛罗里达州的植被包括温带和热带森林、草地、红树林和沼泽。佛罗里达拥有数百种不同种类的树木。 包括松树、棕榈树,树、柏树、橡树和红树林。此外，佛罗里达州是数百种灌木、草和其他植物的家园，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各种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佛罗里达州的土壤主要由沙子、壤土和粘土组成，这种类型的土壤是农业生长的理想选择，也是佛罗里达州水果、蔬菜和花卉丰富生产的原因。佛罗里达州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天然来源。 这些水来自地表水和地下水源，为许多水生物种提供栖息地。此外，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地区提供了该国一些最好的咸水钓鱼和休闲区。最后，佛罗里达的野生动物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州是各种物种的家园，包括短吻鳄、海龟、海豚、海牛和许多鸟类。此外，佛罗里达州有许多州立和国家公园，是各种生活家园。 使其成为娱乐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理想选择。总体而言，佛罗里达州的自然资源对该州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至关重要。通过负责任的利用和保护这些资源，佛罗里达州可以继续成为子孙后代充满活力和美丽的地方。C. 佛罗里达的气候，佛罗里达州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季炎热潮湿，冬季温和干燥。该州全年气候温暖。 气温很少低于六十华氏度，十五摄氏度。佛罗里达州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是七月和八月，白天气温通常达到九十多度，三十二摄氏度，晚上很少低于七十华氏度，二十一摄氏度。该州最温暖的地区通常在墨西哥湾沿岸，而较冷的地区则在北部和中部地区。温和的气候使佛罗里达州成为钓鱼和划船等户外活动的理想场所。佛罗里达州的雨季从六月开始。 到九月结束，在这个季节，该州的降雨量比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时间都多。尽管下住大雨，但该州阳光充足，年平均气温约为七十五华氏度（二十四摄氏度）。该州经常受到热带风暴和飓风的影响，大西洋沿岸尤其脆弱。一年中访问佛罗里达州的最佳时间是十二月至四月，此时气温较温和，飓风风险较低。四、佛罗里达文化。 佛罗里达州是一个独特的州，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多样化的人口和宜人的气候。在阳光之州，您可以找到各种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从东海岸的城市到北部的农村地区，佛罗里达州的多样性是该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罗里达州以其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户外休闲而闻名，游客可以去游泳、帆船、皮划艇、钓鱼等等。 佛罗里达 （Florida） 也因其主题公园而广受欢迎，例如迪士尼世界和环球影城。这些公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为经济做出了贡献，并将许多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佛罗里达州的文化也深受其大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移民的影响，这在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城镇甚至小农村地区发现的丰富的拉丁美食和音乐中很明显。 你会发现从古巴到墨西哥的一切，还有许多节日和活动来庆祝佛罗里达州多元化人口的文化。无论您在该州的哪个地方，您都会发现一些独特而有趣的体验。佛罗里达州的文化是使这个州如此独特和热情的众多因素之一。凭借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温暖的天气和文化多样性，佛罗里达州是参观、生活和探索的好地方。A. 佛罗里达州的主要宗教。 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州，拥有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佛罗里达州的主要宗教包括新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新教基督教是该州最大的宗教，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认定为基督徒。最大的新教教派包括浸信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和路德教，还有许多较小的教派，如五旬节派、长老会、上帝的教会。 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该州第二大宗教是罗马天主教，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信奉这种信仰。佛罗里达州最大的教区是迈阿密大主教管区，其中包括迈阿密戴德县、布罗沃德县和门罗县。其他主要教区如奥兰多和圣彼得堡也有大量的人口。阳光之州的第三大宗教是犹太教，据估计，大约百分之五的人口是犹太人。 迈阿密戴德的区人口集中度最高，最常见的教派是保守派和改革派，尽管也有少数东正教和重建主义犹太人。最后，伊斯兰教是佛罗里达州第四大宗教，约有百分之三的人口认定为穆斯林。最大的清真寺位于迈阿密戴德地区，但在坦帕、奥兰多和杰克逊维尔地区也有较小的清真寺。总体而言，佛罗里达州拥有多样化的宗教景观。 无论一个人的信仰或实践如何，阳光之州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B 佛罗里达的音乐，佛罗里达拥有悠久而自豪的音乐历史，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音乐风格和流派的发源地。从塞米诺尔和米克苏基土著部落的传统音乐到古巴和拉丁爵士乐充满活力的节奏，佛罗里达拥有一些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和最著名的音乐。佛罗里达州一直是音乐界一些最知名的名字的所在地。 例如雷查里斯、格洛利亚、埃斯特凡和吉米·巴菲特，他们都为该州的音乐遗产贡献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是鲍勃·玛丽的雷鬼节拍，还是艾瑞莎·佛兰克林深情的声音，佛罗里达州一直是许多了不起的音乐家的发源地。该州还拥有大量音乐场所，从小型俱乐部到大型圆形剧场，从标志性的坦帕湾时代论坛到杰克逊维尔市历史悠久的佛罗里达剧院。 这里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泉州找到现场音乐。佛罗里达州也成为音乐节的目的地，如西宗驴滩的 Sunfest、迈阿密的 Ultra 音乐节和奥基乔比的奥基乔比音乐艺术节。This 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粉丝，并展示了佛罗里达州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从其种类繁多的音乐风格和流派，到众多的音乐场所和节日，佛罗里达州是一个适合每个人的州。 无论您是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雷鬼音乐或任何其他音乐风格的粉丝，您都一定会在佛罗里达州找到可以享受的东西。C. 佛罗里达的食物。佛罗里达拥有多种美味的美食，从沿海发现的新鲜海鲜到迈阿密的传统古巴菜肴，阳光之州的美食种类繁多且独特。佛罗里达人喜欢庆祝他们的区域菜肴，并对当地的餐馆和饮食文化充满热情。 海鲜是佛罗里达州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都有鱼被捕获，是居民的重要营养来源。从墨西哥湾沿岸到大西洋，您可以找到各种新鲜的海鲜，如石斑鱼、鲷鱼、毛希毛希等。该州的海鲜餐厅是探索该地区海鲜的绝佳方式。古巴食物也是佛罗里达州的热门选择，尤其是在迈阿密，古巴裔美国人众多，古巴美食是这座城市的主食，传统菜肴。 如 ropa vieja 牛肉丝、eras congres s 米饭和黑豆和炸丸子、面包蟹炸丸子都是古巴厨房的主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美食也是佛罗里达州的热门选择。玉米粉蒸肉、肉馅卷饼和大椒等菜肴遍布全州。此外，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哥伦比亚和多明尼加共和国的菜肴在佛罗里达州都有很好的代表性。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专门提供日本、中国、印度和地中海等跨国美食，这些餐厅提供各种风味和烹饪风格，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无论你想吃什么类型的食物，佛罗里达州都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从当地海鲜到国际美食，阳光之州的烹饪场景充满活力和多样性。五、佛罗里达经济，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州之一，拥有多元化。 和充满活力的经济，该州是许多大型财富五百强公司的所在地，包括 Walt Disney World、Publix Supermarkets 和 Florida Power 与 Light。此外，佛罗里达州近年来的就业增长率稳步上升，部分原因是该州的特隆旅游业。佛罗里达州的旅游业是其经济的最大贡献者之一。根据佛罗里达州经济和人口研究办公室的数据，该州的旅游业每年的经济活动超过一千亿美元。 该行业为超过一百万佛罗里达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该州的就业增长做出了贡献。此外，旅游部门负责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税收。除旅游业外，佛罗里达州还拥有强大的农业部门。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柑橘类水果的主要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莓生产商 Driscoll's 的所在地。总体而言，佛罗里达州的农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超过一千亿美元。 并为二百多万佛罗里达人创造就业机会。佛罗里达州也是大量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包括微软和佛罗里达州自己的技术中心坦帕湾。该地区是许多技术初创公司以及成熟公司的所在地，其中许多涉及软体开发和数字行销。此外，该州也是快速增长的航空航太和国防工业的所在地，许多公司专注于太空探索和国防系统的开发。总体而言。 佛罗里达州拥有强劲而多元化的经济，评级强大的旅游业和农业部门，以及不断增长的技术部门，该州有能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A. 佛罗里达州的主要产业。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经济最多样化的州之一，是各种行业的所在地。该州是旅游业、航空业、农业、银行和金融、技术、国际贸易和制造业等大型工业和经济活动的所在地。 佛罗里达旅游局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该统计局是许多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和目的地的所在地，包括华特迪士尼世界、环球影城、海洋世界和布希花园。游客也涌向佛罗里达州的海滩及其许多户外活动。旅游业对该州经济的贡献很大。航空，航空是佛罗里达州的重要产业。该州的机场是航空公司和航空货运公司的枢纽。 航空业拥有超过四十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为该区的经济贡献超过五百亿美元。农业，农业是佛罗里达州的重要产业。该州拥有众多农场和农业设施，生产各种作物，包括柳丁、西红柿、甘蔗和辣椒。该州的农业产业为八十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银行和金融，银行和金融。 是佛罗里达州的重要行业，该州是众多银行和金融电子公司的所在地，包括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佛罗里达州的银行和金融业为超过二十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技术，技术是 F 罗里达的重要产业，该州是众多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包括 IBM 和微软，为超过十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科技型业为该州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并帮助该州成为科技行业的领导者。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佛罗里达州的重要产业。该州是众多国际贸易公司的所在地，这有助于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工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制造业，制造业是佛罗里达州的重要产业。该州是众多制造公司的所在地，这些公司生产各种产品，包括电子。 汽车零件和医疗设备，制造业为超过五十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每年为该州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结论：总之，佛罗里达州是一个迷人而美丽的州，拥有丰富的历史、丰富的野生动物和迷人的海滩。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轻松的度假胜地，还是一个探索和体验新文化的地方，佛罗里达州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凭借其著名的温暖气候。 友好的人民和令人惊叹的季风景，难怪佛罗里达州如此受欢迎。从大沼泽地到佛罗里达群岛，从主题公园到许多充满活力的城市，佛罗里达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地方。谢谢您的收看。